为着要强化餐饮安全卫生，卫生局日前伫布袋观光鱼市场举办餐饮卫生管理示范区的修正，由议长张明达颁发职优的餐饮业者，并且进行改排启动仪式，号召全民提升餐饮安全卫生，让民众食了真安心。咱嘉义馆长为了咱布袋港吼，要这个观光吼的人潮到我们布袋港来，那为了食安的问题，今天特别来辅导，然后来认证我们这些这个餐饮业者哈啊，因为鱼亚的来源啊，包括那个检验，因为这个安全的问题，所以讲今天特别来此呢，颁发这个14间的这个优良优质的这个店家，希望讲哈，我们2018所有的观光客到布袋来，他的食品安全，让大家能够吃了真安心，啊，吃了佫非常的开心。议长表示，布袋鱼港是嘉义县重要渔会集散地，边岸餐厅是更加代表嘉义鱼港的特色风味，因此要加强布袋观光鱼市场的餐饮卫生管理，推动餐厅品鉴和认证，全面来提升嘉义县食品的安全，为大家食肆做把关。台中新闻黄佩仪采访报道。